加油！全部都是我吹的哎！把骨臭还不冷，可以沿路都这样走吗？哎，那你没有一点战斗力，那啊？好，干脆我已经在路了，几站？不要，干脆我们去泡温泉好了。走啊，台南呐！今天我们的战斗力应该蛮强的，因为我们来到青青草原，而且我们有四个属羊的，四个属羊这么强啊？对，那你知道我属老虎吧？对的，羊入虎口。这里不是虎口，这里也有一个虎口。然后昨天晚上因为都没睡觉嘛，然后有网友就讲说，哎，啊，你可以属羊，我说哦不行，那我会吃太饱。就今天一来录影就送来四只羊。假修吧，不会啊，队长昨天拍戏到12点了，然后我吗？对啊，而且昨天拍的也轻松上游览车了。我昨天拍戏还拍出殡的戏，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宪歌，让我想起以前的那一首很有名的歌，什么歌？今天天气好。快在这边！欢迎来到新竹Yokoso新竹啊！我就是这一次的关主，现在最红的日剧《月薪娇妻》的男主角星野源的。啊，胸の中にあるもの。把今天这么冷，你穿那么少？哦，其实还好，这边满满的都是暖暖包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一个是吧？这边一二三，这边三个，啊，这边有两个，反正我全部都贴满了暖暖包。积极耶！表现在开始就很积极，干嘛怕被换掉？我很怕。你知道宪哥早上PO那个脸书，他有写说什么？现在关主好吃抵不过新鲜。对，本来就这样，每次一定要翻新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演艺圈事业潮其实蛮严重的。有新歌啦，红包拿过来，恭喜你发财！可以打歌一下吗？啊，红包拿过来，欢迎唱歌，唱一下啊！哎，红包拿过来，恭喜你发财！还有家中过年歌，让我笑开怀。红包拿过来，恭喜你发财，祝你健健康康，生意天天来。
叫我跟宪哥说谢谢你。也没有，我们才要谢谢你呢。刚刚一唱就是1350了。我们可以不断帮你打歌。今天天气好，气爽。我好好介绍你们的队员，客队这次都是没来过的，欢迎客队。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郭彦甫，对啊，哥哥，没啦，哥哥啊，今天天气好，好了，已经唱歌了。有没有很多人说你长得很像一个明星？哎、欸，郭彦甫，他太帅了，好，哎，他拿1350了，哦，对啊，然后、不要这样子，人家不是节目停掉还不能来我们这里。没事啊，我也是这样啊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我们都很喜欢你画的画。啊，那不是他吧？再来，他的前夫前几天娶了林若雅。哎呀，他就是他的前夫，不是他的前夫，年纪啦。哎呦，别摁了。三立的哦，白露丝的意外。啊，再来就天蝎座罗丽塔。哎呦，哎哎。我们几句话就把他们全部撂倒。陈爱希、Amanda， 耶，就这样吗？还有，不用。于天宇打个荣誉助教，还有夏雨吗？他现在是不是有点倦怠？他连雨天都对呀，随便弄一下可以。这一次因为真的有新朋友来，所以还是要讲一下赛制规则。这一次在新竹要进行的赛制叫做“命运一把抓”，最后的输家就要接受这个惨无人道、毫无羞耻心的惩罚。Who care？ 好，现在公布一下，在这个青青草原要进行的关卡是什么？来，动起来，预备，一起念，噔，冲到了！依照展方式进行闯关，最快完成任务获胜。各位知道好像我这种理工科的竹科新贵，就是需要来开工运动一下。那我们总共呢，这些关卡有4个来跟各位介绍。这些关卡呢，平常大家感觉都很熟悉，但这一次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要倒着进行，我们要倒着跑，倒着接力，倒着闯关。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。第一个，篮球丢进框里，倒着跑呢，拿着后照镜当接力棒，跑到定点之后，你可以用后照镜来看位置，然后将篮球快倒着丢进框里面。那我超强啊！好痛啊！是背对哦，小 Curry 支撑哎，小 Curry 倒立我都行，好闯真的哦。等一下倒立哦，上面还可以加码。不用了，好，等一下过了这一关之后，一样倒着由第二棒把后照镜拿着闯到第二关，然后是足球踢进门，一样是倒着用脚后跟这样踢进门。哦，然后背对着球门。小白怎么？啊，小白推进洞，一样是抱倒着背对着球洞。白怎么推进洞吗？好残忍啊！院长，院长好糗了，他跟推狗干嘛？小白球啊，小白球，就是用高尔夫这样把它打进洞。啊，你是背对着球洞的，所以你那个瞄准力要特别厉害。好，最后一关叫做滚倒保龄球，就是倒着背对着将保龄球这样嘿，然后把10个保龄球打到全倒就过关了。对，打保龄球。都是倒着来就对了，对，都倒着，因为是春到了，我们要呼应说开工，让大家可以动起来。来，我们现在呢要来决定一下组队客队谁先攻。台湾拳，台湾拳赢的先选啦。台湾拳，没啦，好刺激，来，阿吉，来一边，莎莎，先来，瞧啦，高拐，不冲动。今天是谁赢了？好了，反正这么冷，我们先玩一玩，好。所以康哥这边客队赢了，客队决定先攻后攻。他们说要决定，他们先，还是你们要先都可以。我们先这样 ，OK， 就这样了，出发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们就是要拿这支后照镜当接力棒哦，哈。主队先干的。像摩托车耶，就停车场那边有两台摩托车，很像哦。最近刚好不见，最近怎么那么不顺？可以，这么高呀？可以这样，你自己特定的角度。白白多余，这个是谁准备了？没有啊，不能听啊！哎，这个东西不能带进市区啊，不良示范。好，现在春到了，运动会由我们组队先 go。组队挑战时间，第一棒是 Kid， 哎，记住，等一下呢，只能够倒着跑，不可以偷看。偷看的话，红队会加10秒的时间。偷看加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预备。
你要去哪里啊？这边，这边。不要吵啊！这边过去一点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瞧瞧瞧，干嘛？投出去之后就可以往后看哦。嗨呀，说你篮球多厉害。兵荒马乱啊！好，拿去。还在拿球，对对对。艾希不断拿球给他，对。不要停，不要停。差蛮多的，加油！看看哦，接到篮筐。哎，篮球还是你专长啊！终于有碰到篮筐了，差点，差点。手感抓到了，手感。你还说你的专长是篮球？喂球喂快一点，喂球喂快一点。再来，直直来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直直来，哎，小胖，哎，小胖 ，OK 啊，投在你哦，你要看，你要瞄准一下，瞄准一下，后退接近，对对对，瞄准后退，再来，可以，差一点，快点，好近，近近来，好近，近近来，给我们两个，宪哥，我来这，好，就对了。再错，就是我了。等一下会直接撞进阿曼达的怀里。不会，我会先保护你。还好没有很久。那 Ski 那个真的打吓歪，怎么都不进下什么的。我没看。没有，宪哥没有看，我有抓。打进吧。OK， 拿过来。对，哇，这个小白球最难，小心哦，这场上会很晒哦。哎呦。可以，宪哥，哎，往前面一点点。有了，这很难啊！我们第一关浪费掉，但是第二、三、四我们都过得很快，时间很久，好吧？大概那个62秒，来，秒数在我手上，来公布一下组队的成绩。5分16秒，有机会，我看你篮球就5分了吧，是打的，不用，真的吗？2分钟就好了，好，客队挑战时间 go， 好难哦，篮球最难。前面篮球，其实后面他们都好快。金文彪老师了，看到不要做效果哦，不要做效果哦。接下来是客队的挑战时间，预备备，开始！看吧，找不到了吧？哇，在这北头，哎呀，要跑那么慢！哇塞，哎，想想老婆嘛！军哥，你可以跑快一点吗？有别吗？哪有别？在我后面啊！好，我变快点。对，那个。
可能丢四十颗了，快点快点，四，你看，这关真的很不简单哎，真的是，而且风很大，这怎么进的？好不好？再看，风大了，风大了，不能再风大了，连篮筐都要碰到都很难。出手可以，出手可以转身吗？好健康有奖，差不多。没有啊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了。差不多了，哎，分开了哦。快哦，应该有机会。但是应该会输在我这一关。对啊，玩游戏从来没有。OK， 好了，来，请听力，用力，好，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，用力，再大力，用力一点，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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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往后，往后，往后，后面不安全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等你，有有有。我在这里等你。有来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你不要乱追。到了，到了，好。来给我。好。来，志文。好，交给我了。然后我们有一个来帮忙绑啊，一摆啊。哎，你去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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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哇，我们是美国队。对呀。看路哎。我。你不行，照镜子了。把他给你，你们不能站在前面离开，近一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把他大一点。你到底是老人在散步啊？你刚刚也很好笑啊。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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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一点啊！天哪，别走偏，偏一点偏，大一点。走出去之后可以回头看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路径，路径跟模样，我们来解了。对，太厉害了吧？有了，来来来。还有两颗，两颗。走，继续的，下面一点就可以了。继续的。哎，旁边瓶子要不要捡一下？对，旁边瓶子，看看。好，剩两只，剩两只，剩两只，捡一下啊。可以，可以吗？出去之后，他这个有了，有了。啊！来来来，我们集合，再来公布成绩，公布一下客队的成绩。五发。来，4分35秒。才赢四十秒，而且他的高尔夫球竟然一次就进，对，太无敌了。好，恭喜我们的客队在这一回合可以获得命运一把抓的机会。来，我们来先检查一下箱子。你们不要气人啊，我一定到后面，我们一定会输的。这种好，就像你昨天晚上打电话叫我要放水。有黑有黄哈，对，好不好？夏哥说，如果你放水，你以后就可以固定来坐去等待的位置。我跟你讲哦，手进去以后，捞起来，它掉出来就掉出来哦，不能看。啊，你们只能够选一位，然后下一回合那个人就不能抽。谁手比较大？来，你好。没，我们一起抓一个。今天我们都是因为你啦。不要给他看到，不要。你最厉害，你最厉害。在玩游戏以前一直跟我说，认真一点，认真一点。金文彪老师啊，康哥不要做效果哦！你以为你是哪哥啊？凶了屁啊！难道你都没有斗志？不要那么气。那你找斗志孔来嘛！来，边军哥要抽了啊！啊，抽出来！这没办法看。嘿，你要拿直一点，你不能配合他，好不好？来了，配合他动作。好了，来了，你们抓我也会这样子嘛？抓出来！来来，哦呦！哇！哦，四球赢最多了，四颗黑球相当厉害，恭喜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最后。我们是黑球，你们就四分的啦。他们最近上太多节目都混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关卡啊，组队还是有机会扳回城。好，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很冷的青青草原，Go！ 其实你没有。
千个都会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蛮快的。而且你刚刚空心球唰，而且你那个最新的，那是不小心，他们不小心，真的要靠运气，对，那是运气，真的。那我也必须承认，我那个真的也是不知道怎么样。对，比赛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进去了。他以前跟五只老虎在一起。谁？你啊？我。五只老虎。哪个五？五个，五个男朋友都姓都属老虎，就老虎五只嘛。哎，冷笑话哎。不好笑。笑话都不捧场。刚刚练习的时候，你在上面的时候，宪哥有练习，他一球就中了。真的假？对呀。难怪宪哥插板就中了。只要球类的我都不会太差。其实我也不是太差，是真的是。哎，这一次是惩罚的。惩罚吗？还好，不会那么严重。但是那一队都是新手，然后新手的好运，你看队长又不认真，不合之众的样子，然后还可以赢我们四球。对啊，走吧。欢迎各位来到魏魏家视频。好棒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车程又让你累了吗？是长的，因为品种比较不一样啦啊。对啊，你看，怎么是长的？哎，你没有问我要去哪里？球员都没有人要理你耶。前面摸的、彩排的都不一样。对啊，怎么长的？这个就是品种比较不一样啦哈。然后而且呢，其实它这个一般不会拿这种生柿子放在外面晒，它是削过皮之后才在这边经过干燥，然后还有烘烤才。会有我们吃到新埔柿饼160年悠久历史的味道。其实燕君哥好像之前已经来过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要不就倒数第二季就来这个地方了。你有没有停掉？真傻。啊，我们那时候来就是夏天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停掉呢？所以不然我不能来啊。哦哦，是为了来，是被停掉啦，不是。我为了来这个节目，我不是为了来这个节目而把节目给停掉。我是为了，我为来这个节目把没完没了停掉。哦。你这不是烂民营吗？谁没有听过节目了？谁没有？哎，这边也刚停一个。哎，这里三个节目了。你那个不是刚开了？又一季好不好？又一季好不好？节目走走停停。对啊，主持去去留留嘛。我也真心真意，观众才会了解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们一定要相信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好事一定会发生。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花生哦，就是个好事会发生哦，就是要欧回来，来大家一起念。大吃柿饼，银板凳接力赛，先吃到好事会花生，获胜。这个好事会花生是它这边很特别的一种产品，是柿饼没有花生酱的馅。板凳接力，对，板凳接力，就我们前面呢会有三板凳接力，请上板凳，请上板凳，这是坐板凳啊。这个板凳呢，就是我们接力用的板凳，做的。总共会有三张板凳，三张中有两张是这个健康步道椅啊，你要站在这个上面，四个人踩三张，慢慢的移动。一张移到前面，一张移到前面，这样接力的方式，就是倒慢往前，跳马背的方式往前。对，然后呢？你示范一下。示范，可以。这个 OK 的 ，OK 的。然后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。哦。啊，然后这边再过来。哎，第三张不是应该是平的吗？哈。不要这样。这样子一路这样 S 型的方式闯过三个关卡，等一下，请问有没有平的可以给我？对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说什么时候拿出来是谁，今天拿出来是谁，因为今天精神实在太糟糕，有提神的效果，大家提神，等一下好好吃柿饼。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关卡，第一个大事小事皮不断，我们要削柿饼皮，在不断的状况之下削到88公分，象征发发发，88公分，我们用皮尺来量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叫做
有事没事来叠柿。我们有两位队员要担任桌子来叠这个柿子，一次叠七颗。队员担任桌子是他的，就是你要这样子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把柿子叠七颗。对，那下一关呢？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吃到好事会发生，我们会有三个柿饼。那三个之中有一个是好事会花生，沾那个花生酱。另外两个是什么？哎，瓦萨比。吃到瓦萨比的话，要把它吃完。那健康步道那一个吃什么？健康步道就是我们的余兴节目。余兴节目，那大家吃什么？那我们一样是计时的。如果你吃到芥末要吃到完，那你吃到花生马上秀给。芥末要吃到完了。对对对对，好可怕。所以提神了一整个。接下来关卡可以继续。好吧，我们来决定一下谁先闯关。剪刀石，再来一次台湾拳。台湾拳啊，你跟士兵啊，我有玩过，你是冠军哎，冠军的目标。啊，我跟他猜都没完没了，我不会台湾拳。要不然男生女生切啊。好，我跟你。好吧，黑白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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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生就配，黑白切，男生就配。漂亮，客队先攻。他们还以为我还在睡觉。好了，你醒了，我相信你走走。好，请客队就战斗为止，预备 ，Go！ 客队，当我吹哨的时候就准备出发了。OK， 预备备。哇，好痛啊！往前，啊，好痛！现在我怎么办？你不要乱动，你不要走啦！哎，你们是不是要不要开始啊？没有看过我们都这么颓废的，对吗？现在好想睡觉了。来，一人拿2000块出来。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两个 OK 了。错，快错，快！手刀啊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快！真的很缺那笔钱，是不是？哇，好痛啊！往前，啊，好痛！我现在我怎么办？你不要乱动，你不要抖啦！我要掉下去了嘞！妈，哎，你他他自他很轻，他自己排第二个，后面两个都美女哎！啊，我这里，哎，你们是不是要不要开始啊？太远了，伤我眼啊！不要伤我眼啊！哎，太真的太远。反正好，放下去往前走。来过这里以后，可能30年内都不会想再来吃柿子。脚打开一点，脚打开一点啦！哦，不行，哦，对对，哎，太远了，哦，好痛。你让我扶的。好 ，OK， 快通告，快通告啊！来，面子来，汤哥棒，汤哥棒。哦，你踩我脚了啦，快点摸这个吧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脚不能过来，我脚会摔呀。正经正义的讲，这个玩完下来哦，人生观会改变。哎，你不要整摊柿子把它弄倒了，故意打掐到啦，故意打被人掐到底啊。一直传到站上去，还要转弯哦。可以丢直肠，可不可以中场休息一下？进广告了，好痛哦！我就听挨了。你们这段没收视率，没有办法有广告了。广告，广告，没有办法广告，太冷了啦。能正式登场了，我们看，哎，没有落地就可以了嘛？可以了，可以给他休息一下啦。静文萧，静文萧啊。静文消，这当中还要消柿子。对啊，哎呦，平常有在消水果的经验吗？应该有。静文就踩一下，应该有。对呀，
当然知道啊，我怎么会不吃？厉害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台湾会瘦了。哎，你拉完我们又要开始踩。有一个很细的地方。还要遇到法夹弯哦，没关系，撑过去，撑过去。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甩尾，甩尾，甩尾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差不多我这边位置。我手，我手，好紧张，我不敢乱动。满手是。那只。那静雯，你再往，你再往上抬一点，再往上抬一点，因为下面了 ，OK 了，往上，往上，走。可以，可以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小心，小心，这个是你断了，小心拿，小心拿。哎，要，超过了，超过了。超过龙哥，你好强哦！又要踩了啦！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，丢一个过来啊！好像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不会滑，可以，这边可以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裤子弄紧。你不要闹！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们都在你们上面？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都没有踩到平的过哎。对啊，我竟然第一次踩到平的哎，好感动。哦，变了变了。哦，你本来不知道有平的啦。对啊。哎，你们玩这个游戏，我根本没办法坐下。我们往左边走，赶快靠近专场。往左边走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你踩我的脚了啦！关主帮忙一下啦，关主拜托了，五公分，五公分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来来。啊，你要走歪的。不要走歪的。不要走歪，你不要说这样。他说可以扶啊。啊，你扶。那你扶好看一点嘛。扛吗？怎么用足？快到，快到了，对，叠四指。不行。快点！你不要这么没完没了，好不好？越玩越大了啦，下次要踩剑山了。好痛啊！好，来进行叠狮子，叠狮子。好，来，你们要两位是来担任，或者另外两位帮他叠。你们要站在上面吗？还是要下来？下来吧，上面，下来，下来。要在上面叠啊！上面啊，不好意思啦。制作人变态啊！你脑壳灵啊！制作人豁出去，来分配分配，来来来。对，但是他这个视频很小哎，七个。对，这样才叠得起来啦。没关系。好稳哦，两边七个都。你要练舞。两边七个。对。那要立起来三秒钟哦，都立同时立起来三秒钟不倒。可以。好可怜啊。可以耶，真可以。你只要直接捏泥土、捏泥巴。现在彦君哥脸上已经有五个了，六个了，六个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啊啊！你不要放头发那边，头发那边会油油的。我们连站在那里都觉得累。六个了，七。一，来按下去，按下去。一二三，八。有了。有了。他那边过了，你这边没有，是你要一起吗？没有，这边要一起，是还没自己把它弄掉的，我没手放开要倒了。哎，就这样，你脚给我顶一下，不然的话我会滑走。哎，好像可以啊，脚会滑走。来，现在这边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是不是叠了八个？七个了，哎，你七个了啦，你叠上你的三二一。好，过了第二关，加一张椅子，加一张椅子给你们用。耶！哦，耶！是我讲椅子，新的椅子给你们，给你们。我好感动啊！快点，快点。好，继续往第三关迈进哦。哎。可惜不是你。第三关过之后会再加。哎，我们应该走这里就好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们，没有，我弄过来这里。哎，你小心走啊！还有一个哦。对啊。你怎么好在看电视？你走那边跟有什么用？走直的就好。你要去哪里啊？阿姨，好，好，那还有后悔啊？是啊，那我这样怎么过去啊？来了，好强哦！好了，我好痛哦！哎，你们脚是有上麻药，是不会痛哦。哦，哎呦喂啊！哎，有天气啦，玩没玩脚就受不了了啦。哇塞，你好强！他那个柔软度超屌。你听他是那一对强棒。哎呦，以这个距离，只要康哥过来，大家都站在椅子上面，就可以开始进行最后一关啦。来来来，哎，可是我们这一关是零。
平台会太远了。啊，你试一下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夹到了。大哥加油！夹的柿子啊。好，来，请选择，请三二一，哪一个是花生？你选一个，再撒一个，再一直都是老二啊。好，来，用力的咬一口。好傻，再撒也会选三号。过，对，请享用。是什么味道？花生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吃完。好，来，你给我先，来公布一下成绩。都来，可惜不是你。没关系，好不好吃？好吃会花生。好吃啊，特别的口感。三个有几个是、那個？哎，这一关胜负已分，那个组队放弃。我们放弃了，还是要公布一下各队的成绩。我们放弃，我们放弃。18分30，我们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不用再到到那里吗？不用不用不用这样。还想闹？还想？晚上有了，没有？晚上有。18分39秒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但是不知道组队会花多久的时间。但是他还没有吃完，时间是继续。没有，你只要吃到花生就 OK。啊，你是吃到芥末的话就要结束。又来了，烂泥鬼。你真的只要管这个。好，换现在组队挑战时间 Go。站在那边叠柿饼的时候，我脚都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对啊，这边是。我刚刚谢谢。超痛的头。眼圈，眼圈，这什么极限？我回到病人的感觉真好。重生，好痛啊！我上次来也是有这个哎，记得吗？盐点，那个挑那个砖盐点，然后那个盐很重，然后就我做了什么？啊，明一点啊！哦哦，明一点啊！明一点啊！哦哦哦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你不要压我！怎么觉得康哥那次来，好像每个都很可爱。难怪我看那个健康部的底下写康哥专用，只要你来就拿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一关吧。18分了。好，下一关，下一关。是下雨了，现在你没有戴帽子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下雨下雨，这一关会一直下，下一关啊。忙完了，下一关下雨还会停，真的是在下雨啦，怎么办？好了，赶快录了。要啦，要啦，别逃避了啦，来救我！好，现在是组队的挑战时间，预备，等一下，大家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这个冲过来！啊！算，不行，太重，断掉！快，来来，第一个拿过来。快点！拿第一个。你给我，来。啊啊啊！给宪哥。啊！鸡毛哥，快点，孙武的过来，给我孙武一下，快点，快点啊啊！这边不要，哪里啊？孙武。啊！不要乱丢，平一点。哦，宪哥，你贵为天王，你叫个屁啊！人家郭哥都没叫过啊！宪哥，啊！过去。哦，宪哥，舒服，快！别，这个宪哥，舒服，加速，好。啊！给宪哥加油啊！给宪哥加油！好近哦！啊！快点！哦！哎，谁要笑钱？哎，我谁要笑？谁要笑？哎，踩到我脚！哎，我踩到我脚了！哎，刚刚还说不能，你踩到我了！哎，谁笑？你刚刚你说不能，没打，来，结果是你笑的，小事 ，OK， 可以吗？撑一下。哎，三个，刚刚踩一下，哎，慢慢来，我们不急，我们领先。哎，刚往那个脚中那一戳啊，撇两滴出来，真的。哇，你认真讲，好像杜思美。不要闹他，没关系，你要让他闹，没事。对，大凯加油，不要让他影响。你慢慢来。刮到了，现在多久了？现在还不跟你们讲啊，你就是慢慢来。无所谓，宁愿挑粗一点都没关系。把它削完呐，就把它削完。对啊，对。哎，再不济就连肉也一起当皮削出来。第二关就变四个了，是吧？好了，过关了啦，超出太多了。有啦，有啦，拉屎应该有。哎，快了！
断了，断了，就让它断了。过了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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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哎，我要去哪里？龙头。你，那你那一次要回来啊？还是我一直在这竹竿上，是还蛮舒服的。来来来来，给我，哎，还是你们去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来，好，来，过来。这个你先，先远一点，先跟大家远，这个远一点，先跟远一点。你跟人家说不？等一下，好，不，这个木头架子快撑不住了。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好，哎，来，快点，好，哎，那个。来，先说服一下，怎么都这个啦？很快，下一个你就说服了。啊，哦，啊，快，哎，舒服了，拿过来，快点。啊，舒服了，哎，出来，哎呦，哦，哎，舒服了，来一下，舒服了啦。我们到现在都还在。啊，真的撑不住啊。哎，舒服了，真的。宪哥，你撑不住啊！对不起，啊，宪哥，宪哥就不会动。你不要再，不要啦，不要，真的不行了啦。到顺序的，你很快撑住了，你要这样吗？很痛了，哎，你不能，做一个撑，做一个遮，就可以舒服的，再给舒服的，好，再给狮子。哎，快，真的要舒服，真的舒服，真的要舒服。好，给你舒服，真的。啊。好，舒服的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。青哥，快点啊！我真的要休息。来，好，别人给你舒服的啦。好，这个是。来，觉得椅子啊，哎，椅子的生命更重要。中间的。好，中间的，青哥过去啊。好，这个是圆的，下一张椅子到这边就可以开始进行闯关。快，先过去，先不要浪费时间。你看，下一张。给宪哥是五的，他听到什么声音？可以，闭嘴啊！来，是五的，来，宪哥 ，OK， 快点。哇！哎呦，来，好，来，兄弟，请叠狮子，七个，过来，来，两，他先叠我，还是他叠14个？可以抽彩，给他的脸试试。你有猜到吗？没到，好痛。只到60个。哎，我怎么弄错啊？我起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一定叠很好了，你看。真的是很令人家尊敬哦。对呀。要去了。你看。六个到这，7个对了。现在几个？1、2、3。你别动啊。4。现在那边才5个哦 ，T 的脸上5个。要3秒哦。好，你别动。你不要做表情，你下巴往上一点，对，太多太多。下巴，你讲的是哪一个？不是，等下宪哥，我就看出他很累了。哦，很累是吧？第7个快好了，来，躺好。3、2、1，最后1秒还没结束，好，有过弯吗？没有，那不行。好，低一点。再低一点。1、2、3、4，5，可以啊，过关。好，试一下 K 的脸上这一叠。现在帮我一下 ，K 的加油哦。这4个给你。这四个多平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视频可以10个。我你快，哎，下一张椅子，快，来大叔，来给我，过去，先过，哎 ，OK， 好，来，舒服了，舒服，好 ，OK， 舒服了，来，加速度，来，舒服了，来，舒服，往前，好，那个给我，来不舒服的拿过，无所谓，来过来。那是啊！快点，因为那里有尖的呢。这个舒服的，舒服的可以来了。快点！哦，讲什么？哎，舒服！哎，我吃！快点，我来吃完。你丢远一点就吃。
先放你先过来。好好，帮我放。谢谢。OK OK， 好。好好好。好。你就自己换一下，你这么不舒服，我自己换一下。啊！这么自己啊！这么自己啊！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 ？OK OK， 好，来三二一，选一个。远一点，远一点，不要让你用看的。其实看不出来。你都是管他的。你都是老赵。这个他都赢了，是那个。哇！三米多，八绿色，八绿色，八三米。吃完可以吗？大家吃完就可以，吃完才可以拿下一个。王三米好了。啊！好难。哎，快快过来！没了没了，要换下一个人吃哦。来，快点快，切割的切割切割切割吃了，切割吃了，切了，还没吃完，你吃了吗？二号了。我吃三号。花生，花生，好，停止计时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刚甩到是不是？甩到换屋无砖啊！来公布我们这一关，刚才客队的成绩是18分39秒，我们顶我们顶多超15分不得了。来公布组队的成绩，14分42秒。他们从前面就很快，他们前面第一波就走。好，来我们抽了啊！好，给大家检查一下这个箱子哈。来，你看这边球都有。好，盖起来了。第一抽，啊，你不用气馁，你们现在有四颗啦。他抓起来未必的。我的，宪哥，我刚抓四颗，宪哥。好来了。哦，紧张紧张。哎，哦，还好还好，我夹住，刚有冒出去的四个啊。恭喜组队也获得4颗星球。先生，五个加。哇！两边经过非常辛苦的激烈的战斗之后，我们现在去享受视频吧 ，Go！ 好，好，素颜，哎，是安西耶，哎呦，哎呦啊，哎，安西，哎呦，哎哎，好可怕哦，他们摸了以后是这样子的啦，看完，没有小朋友哭的，你竟然是敲最小的，我们现在就呈现一个很颓废，没有精神。一上车就睡，然后下来就先这样子，有点半梦半醒这样。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的感觉。哎，要吃什么？来运动了，运动了。好，跟着我一起。没有，主要是我们节目的活力棒。哦，我再怎么样都一定要有活力，要不然很容易被换掉。今天是我除了日本以外穿最多的一次。对，真的。然后就觉得很温暖。温暖还不睡，那要干嘛？对不对？连 Kid 都难得穿长袖穿那么久。对，我们说就是要都要穿人。哎呀，那个嘞？他这么想睡。按摩步道嘞？还要吗？这是上一关。我们另外再加这两张。因为我们每一次下车都需要，都需要，需要提神一下。先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新丰红树林保护。红树林是北台湾呢唯一一个有见过这样子这么长的大。型的观赏步道，而且是海蝶冬啊、水鼻子啊这样子混身的红树林色这样子。那既然是水鼻子，那这里面如果腐烂的水鼻仔，应该就有树虫喽。树虫，有这么想要再去吃个两尾？哦，那这边不太清楚，因为之前他们是加码到吃树虫这种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哦，啊，哦，好好好。现抓现吃的，我跟你讲了，好不好？来包包吃，包包吃树虫就没代表来过巴拉旺了。哦，有一段往事，今天走温馨路线不是吗？温馨温馨，要开工要开工，好，开工开工，有提神，那接下来就要减肥。刚才前面观光员去吃很多东西嘛，好，来，现在准备来减肥，一起念，开工减肥操，穿着像过天，啊，破啦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厚？我现在不厚。
啊，就穿上已经算相扑装，对啊，已经是了。没有穿着相扑装更温暖啦、啊，然后可以一边走这个步道来看看风景，太好了。讲解一下，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折返接力的一个闯关模式，总共有四关，看四关闯完成速度比较快一点。然后四关分别是哪些呢？第一个就是穿着相扑装跳绳，噔噔噔噔噔，跳十下。不给他机会。你像有没有健康步道？加我们师傅。第二位呢，就是要在穿着相扑装的状况之下，戴着手套，然后把脚套上的五指袜，要把它套起来，两只脚都要套上哦。OK， 那个软，这个我没有办法，它柔软度，而且要这个我没有办法，这个我就是没有办法。我们是等一下才要装相扑装，你现在已经穿起来了。哎，这样讲话伤人家，这是代课，穿得下吗？哎，真的有这个顾虑啊。第三个呢是要穿着相扑装踢毽子，把毽子踢进指定的桶子里面啊。哇哦，这个可能我最厉害了。这样子呢，第四关穿相扑装游泳嘛，啊，也可以啊。第四个真的跟水有关系。哎呦，第四个呢就是穿着相扑装，头上戴着安全帽，然后去顶一个挂在水球。那这一关宪哥没办法，你要把它顶破，因为他安全帽戴不下。嗯，多咖啡。嘿嘿，前面水球可以装热水。就里面放咖啡好了。哎，你是第一次来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看过，我们都这么颓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不是。平常看播出的时候，你们都很拼很冲，对啊。哎，都会说睡啊睡啊，是不是？今天就这样，怪怪的。其实那都是后置。没有，就没睡觉啊，没有啥心事。我的心事就是好想睡觉。啊。想到了什么？现在4-4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来，一人拿2000块出来，2000，2000，2000，2000，然后庄家给2000，赢的那一队就拿走1万，然后2500，2500，2500，2000，是吧？你疯了吗？我刚刚才1350，我要拿2000，你赌赌看啊，你的身价可以？对啊 ，OK 啊，身价好，请考虑。又要小贺啦！哎呦，水哦，叫小贺啦，师姐叫小贺啦，嘿啦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精神整个好起来？有没有？有有。好了，来了，来来，两个 OK 了，来，要不？来来来来，哎，关主关主不用玩，你就要撇2000呢。是这样的，关主呀，要不要？所以真的要玩，一人2000。然后我这边代表红队呢支出2000，对，懂吗？现在好想睡觉了，懂不懂嘛？懂不懂？2000，猜拳决定一下哪一队要先挑战。你来猜啊！刚刚冠军要猜拳，来派出我们的美女啊，美女来，剑，你快快耶，对，吹了，是吗？这就猜拳嘛，讲赌剪刀石头布，布布布布，去啦！来决定一下，主队先攻吗？50-50了，当然是先攻啊！好，主队先攻，请主队就再动一次 ，Go！好，民国开工减肥操，主队挑战 ，Q 呗！结果是，加油加油！来，进攻进攻！对对对对，哪里？对对对，绿色队，绿色的。给他准备啊！给他准备，准备。10下，连续10下哦。他从哪里等？1、2、3、4。他的人生没有祸害，他破开来，他就是台湾的渡边直美。7、8、9、10，好。快点，对。手套戴上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哎，快点！看人家套袜手套，对对对，快点快点！还有分左右的，好好一点，叫一下，叫一下，对，抬住，他被上波中，漂亮，五个手套套好，哎，套好，要进去要进去，哎，十指紧扣，十指紧扣，不要脚趾，十指紧扣，十指紧扣。哎，不能干扰我们，这样为了2000，胸部太大挡住了，被自己的胸部挡住。现在先等陈海琪，现在陈海琪就穿袜子，他穿袜五指袜，那个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我们中间这边有一些负担。哦，要很清楚哦，五指袜就是 OK， 就四指，
好，他母他指头短进去了。好，下一次下一个。再跟超快一点啊！哎，我要起跑了，这个。还没有。还没。等下完成，等下完成。他完成站起来才可以。好。好，旭哥，你这样子让我们镜头也难带，这个画面好满，主要手上还有靠那个。来，帮助叶子，爱心加油！倒数第二支有没有进去？好，我给你猜猜猜，有有有，猜猜猜猜猜猜猜 ，OK， 来来继续放 ，OK OK， 破，破，破！旭哥穿的好好笑哦。旭哥真的很缺那笔钱，是不是？加在里面。你几个？一个就好。快快快！OK， 过关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哦，冲啊，快冲啊，快！走刀啊！满出来不起来啊！这画面有够满的，我不讲清楚，各位讲一下，组队的成绩3分48秒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蛮快，快，3分48秒，快哦，超快，这队有信心，是啊，穿好，超难的，对啊，你要看他刚刚有没有看到啊？这样子，问题是看不到脚，看不到啊，这样要模仿 Michael Jackson 都不能模仿。第一嘞，第一嘞，第一嘞，哎，该你们来，好，走，各队挑战时间 Go， 小心呢，帽子小心哦。开工减肥操，现在是客队的挑战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跳绳跳绳，好，好，预备备，等一下，千万别忘了，我们有2000元的约定。扰乱人家，不要吓我。这个也算扰乱了，这是鼓舞你们的士气。鼓舞，来，对不对？准备，预备。啊，不行。好，那么慢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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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跑太慢，近比较没有像刚才阿美娜好滑，这阿美娜刚刚好恐怖，会有你这样冲过来，我们会有风哎，真的假的？过过过过过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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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十下，小心哦，预备 ，Go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好强哦！哎，这个跑好快哦！那谁？那个你。哦，这一关会比较久。前五九十领先，因为刚跑过来的时候应该比他们来快。太好了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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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交交交交交。手套，戴手套。交交交。对，不能先袜在这里哦。不能先穿袜子吗？当然不行啦。一定要戴着手套的时候穿嘛。哎，等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他的腰。不也弄到去。五支，调整一下。啊啊啊！可以啊，嘴巴张开。啊，这样子。哎，这样撑开。哦，好了，哎呀，好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就靠什么？靠那个毽子把他们拖住了。好，冲一下。冲冲冲！哎，康哥冲的也很快。顿啊，哈。他好快哦。还好啊。在那边，毽子，毽子那边，婷婷这边，婷婷这边，顺风顺风要小心点，顺一下顺一下，顺一下顺一下，哎呦，差一点差一点，啊，可以，加油加油，没那简单，啊，再远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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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，啊，是啊，谢谢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哎，过了，过了过了，差不多了，时间差不多。他跑过这地方，我才给他帽子哦。时间差不多了。要按这边，要按这边。来喽！我不，如果人家3分05秒，那就算了，就怕饿完，他们3分38。
哦，就差个几秒钟的，那就叫二碗。二碗，对的。要不然就输多一点，要不然就不要输。你们觉得你们有可能大概几分几秒？我觉得差不多跟，我觉得跟组队差不多，组队差不多啊，那就是二碗。二碗，好，我跟你讲，客队太没有信心了，两分三十。赚钱不容易，不要赌嘛。每句都这样，没关系。主要是赢在哪边呢？嗯，我觉得穿袜子，穿袜子，穿袜子应该蛮快的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因为康哥很快就把他踢进去了。也没有啊，踢了快十下，比我想象中多哎。比我想象中快。你弟弟对我比较好。不错不错。然后燕军哥回来也是一次就戳破了，对，还不错，他直接过去就上去了。对，好，所以算是输的心服口服。啊，不用看，不用看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给我们看比较重要啊。观众看啊，给观众观众看啊，观众看 ，OK。观众看啊，有啊有有。刚才谁摸过了呢？当时我，当时我摸。啊，不要，哎，但是手要大，对啊，要拿几颗，几率才大。几率大，几率手也蛮大。男生啊，男生先啊，男生啊。好，来，什么什么。拿起来只要掉两颗啊！对呀，是有中风吗？我就跟你讲，不是一颗就两颗，你看黑了一颗，黄了两颗。做做总统啊！哎，你做白宫了，做白宫。好，现在客队呢以一颗球领先。那现在大家天色已黑，我们准备去吃东西啦！哎。那既然没有录的话，我就随便拿嘛。巴西哥，巴西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摸，一颗一颗命，一颗是真的，三颗黑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先球抓出四颗，这里都会卡到啊。对啊。谢谢。有有有。但接下来你也不能再抓了，两颗。他那两颗就是拿着，哎，可不可以这里单录啊？这个节目跟人家不一样，两颗，哎，跳完就走了。是我们的国民大饭店，掌声鼓励！好帅啊！心里面相当雀跃。这是我们的总经理的，是你好，欢迎欢迎，整个新竹有了这边，整个都温暖起来了。对呀，还有热茶。对呀对呀，不管如何，金窝银窝就是自己的这个虎窝，回到台湾就很有意义。哇，来，你说，哎呦天哪，是姜茶哎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哎，女生要送姜茶，还是我们先吃一点大闸蟹，再喝姜茶嘛。喝完精神来了，感觉可以再录一罐，可以再录个两罐。好，我们去房间录好了。新竹是我们的那个第二故乡，因为我在这里兵变。被兵变，兄弟我回来。喝完咱们就上去楼了，谢谢，恭喜这边，谢谢，来 ，Let's go。我这种感觉好像是入住进去了，哎，欢迎入住我们的国宾套房，哎呦，厉害了，哇，打开看不到床，这么大，好大，哇，还比较玩很大，比较玩很小，哇，可以看夜景哎，三十楼。这里可以看夜景，超漂亮的，也太好了吧！哎，而且这么高，感觉没那么高，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明亮舒服，可以睡。哎，厉害，好，好，那咱们就休息啦。哇哟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晨间任务要来进行。我手上这张就是关主最爱的法宝——万用钥匙。有这张钥匙，要开谁的门就开谁的门。现在赶快呢，先来叫醒我们的其中一位成员，都是谁呢？开了就知道。你怎么了？不
是，我想要听说林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待遇。进行，现在赶快呢，先来叫醒我们的其中一位成员，到底是谁呢？看了就知道。你怎么好不是，我想要听说林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待遇。早安，谢哥。哦，有没有觉得美梦成真，梦中情人出现了？谢哥，你没有在做梦？谢哥，起床了。谢哥，谢哥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之前露营的时候，林静有没有像这样子爬过来你这边？谢哥，起床了。有，他服务还不错。怎么样？现在要干嘛？成真任务啦，我们早上要进行任务，难得来到新竹。哦，宪哥，那赶快起来了，我们去把他们叫起来。只有你一个人早起，实在是太不公平。好了，等我一下喽。好。OK。进去里面应该不是只有康哥。说出来。康哥，平常你有遇到这什么道理？你有看过鬼屋，然后鬼把自己先反锁，怕被鬼吓到。那我这安全起见，人家有带小孩。对啊。拔出来！哦，康哥早安。你要去集合？你干嘛？小心一点，人家人不热情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人呢？什么？这几点了？怎么头发可以乱的这么有格调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们又是集合的，我们又集合的吧？我都穿好了，你看。怎么样？我们有晨间任务要进行。对啊，要行刑场。不要穿衣服吗？对啊，我是穿就穿这样，穿你的制服啊。哦，那个有没有穿啊？可以，检查出席再打一个惊喜哦。穿吗？啊！早安 ！Oh my god！ 哎，这边。哇！睡了好不好？我还没来这里做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先做练习啦。头发都没有变呢。哎，你是弄紧邻法发型的啦？现在早上7:30，哦，你好贱哦！你们说8:30集了，7:30就来了。来，这边惯用钥匙，你们要去叫女队员起床了。叫女生，快点的嘛！这边重点是要看女队员。没有，我就谁要看那个阿曼达？忘了那个阿曼达的事情，我们还有米吉塔，还有艾希，是吧？哎，还有静文姐姐。哎，林静文，走。好，素颜，素颜，是艾希，你醒了，啊，来，哪有那么快就穿短裤的？哦，Good morning， 哈哈，会没上吗？有，哇，怎样？睡了好不好？啊，睡得很好，睡得很好。干嘛？不想要这个。哎，这个有你的温度哦。哎呦，阿曼达，你竟然是差最少。哈哈哈哈哈！躺好了。干嘛？躺好了。
想干嘛？七点半。你再睡一会儿，没事。那个爱奇艺的，哎，盖着你不要露出来，让观众会吓一跳嘛。你看哦，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是爱奇艺来开门？对，运动。对。这种就不运动了，这么近，你离他们最近的，对啊，竟然让他去开，哇，强大的观察力，没有，是心态，有一种就你怎么叫永远叫不动，他是心态软，然后他是算比较积极一点。你们刚刚第一个是先去突袭宪哥，因为宪哥头发后面还这样。你没有跑到哪里去啊？我们等下到13楼会议室进行晨间任务。还有两个吗？不是，早上有关卡的。另外两个是重头戏。Right now,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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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 Joe, let's go。嘿嘿，终于上班了。对不起。哎，很有礼貌，早安。你跟大家你好丑啊！怎样？你社交脸超丑的。干嘛？他把脚打很开啊！我看看，你看那个腿是一脚在这里。你们怎么都玩妆呢？玩妆了，谁玩妆？没有玩妆，我没有衣服啊。我们要去进行晨间任务。OK 吗？有睡饱吗？好可怕哦！他们偷听过是这样子的啦。我第一次吓死人了。还有不是夏天如果都没穿怎么办？对啊。所以还要讨论说，他们不会半夜闯进来吧？他说对，他们每次都这样哎。然后说那我们把门锁起来，结果你去吃完宵夜门还没锁。你都知道半夜会进来，所以他是故意让我们进来的。而且他超期待的哦，他说。真的没有事情了吗？我不相信。对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进来。嗯，然后进来还没锁，吃完宵夜就松懈了啦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全部要去哪里了？我们13楼的会议室集合，进行晨间任务。哎，晨间任务，我们真的会输耶！我拿那个电脑还没有开机。那你昨天也输啊？你昨天宕机。那没事啊，这个时间开机干嘛？你这个时候。去做一点习惯性的。那你昨天一整天有开机吗？没有。大家闯完关卡，运动一下，吃早餐胃口更好。而且你都没有被突袭哦，你是穿这样睡觉。我经验老道，所以我穿这样，我内裤还穿两层。而且你睡觉的时候还压到哨子，哔，你自己还吓到。对对，没吓到。秒表啊，大家赶快起来去13楼开始集合。够够够够够够水。好，各位。第一次来我们大被突袭，他少杂温柔。怎么样？现在醒过来了吗？还没，太早了。太早了。太早了。阿曼达有没有醒过来吗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我会跳个舞，今天怎么也没有？这开场都没。哎，我想，我看看。你突袭多的。真的 OK 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早上。我跟你讲，早上这个晨间任务做完，你们一定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、每个器官都醒过来。来。马上来揭晓，一二三，一起念，噔噔。晨间任务，手脚并用力，用不同部位接力做，积分较高者获胜。什么意思？不同部位啊？对，我们大家都看过超级比例比之类的这个游戏，但我们这是用画的方式。我们四个队员呢，一个猜，其他三个用画的。第一个画给第二个，第二个画给第三个，第三个画完之后，第四个。哦，了解啦。但是每一个人用的部位是不一样的。第一位呢，你用手画；第二位用嘴巴画；嘴巴怎么画？第三个用脚啊。所以这会用到你的手脚并用，还用到脑袋，全部都要醒过来才能够把这个。第三个用什么？用脚，这样子。现在的比数呢是客队是多一个队哦，哎呦，所以快快2000块钱呢，你看讲到2000块精神好，对啊，哎你想哦，新竹然后回台北路上，哎再数个2000块开工对不对？来包包你们拿出来少了钱还不本对不对？来，来。
好，先剪刀石头布决定哪一队要先来进行。剪刀石头布，哦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他们是想微出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瞪我，瞪完就说没关系。然后跟我聊天说输赢没关系，我们效果好就好。然后一直说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你到底是怎样？来，晨间任务准备进行 ，Go！ 好，现在我们的客队成员都已经就位了。现在请所有人除了康哥以外，把眼罩戴起来。哎，这样让你会睡着哎。对啊，太催眠了吧？一早就戴这个。好，一揭晓的时候就要开始画喽。预备备，第一题，请看。就姐，把它拿下来看一下康哥的。在画吗？还可以继续画。好，停。哪一个？停！请猜，可以给你提示，这是有生命蝴蝶。哦，确定吗？蝴蝶，你从哪里判断出来？几个字？你从哪里判断出来的？有生命几个字？它不是身体吗？嘿，啊，那个须须啊，然后有翅膀啊，几个字？其实算画的蛮标准的，两个字啊。哎，我觉得你伊塔不止画的标准的，而且艺术家画出来就重低。你用脚画的比他嘴巴跟用手画的来得好，应该是飞的东西，会飞的，是有翅膀的东西。来，给我一个 final answer， 最后答案就不能改。三、二、一，蝴蝶。好，蝴蝶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厉害，哎，其实三个都蛮会画的，都有画到。哇，我觉得你要把它救回来，强哎！因为我看大家，那我看一下你们画的，哎，嘴巴其实超难画哎。来揭晓一下前面人都画的怎么样？哇，这是毕卡索吧？我是毕卡索。嘴巴，你们画的最丑。嘴巴，你来，用嘴巴画画看。对，再用再说就。哎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换组队。Yes， 来，客队可以先休息。蝴蝶，真的真美丽。好，接下来组队，刚才客队已经抢下一题喽，阿曼达是第一位。好，现在给阿曼达看一下，我们这一题答案是。哦，好简单哦！听到音乐之后才开始进行。预备备，请放。好 ，Key 的，看一下。好，你还有时间。哎呦，就这样简单的，非常充分的时间。好，来，下一位，眼罩拿起来。我可以拿了吗？可以。真的很好画。可以。歪了，不能打 pass 哦。不可以讲哦，不可以讲哦。好，停笔。好，停笔。好，收。好了哦，来，信哥可以拿下来了。对，我都不能打 pass 哦。哦耶。还要糟糕，毁在这一棒。停。好，停。我干了。还要糟糕，毁在这一棒。停，好停。我干了。来，宪哥，你觉得是什么？这一看就知道是蝴蝶啊。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啦，我们赢的都没有什么感觉。爱迪生，灯泡，对呀、啊。我提示一下，这是三个字的，然后是无生命。电灯泡啊。哦，对呀、啊，艾希画的时候是这样觉得吗？艾希画，哎，后来我发觉是吗？用脚画才反而有声音。哦，有味道。因为现代人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被自己所框死了，他就认为圆就是一定要圆。这个你说这个电灯泡，对，来看猜拳。好，来，我们往下猜。所以宪哥的答案已经确定是电灯泡，只能电灯泡啦。好，来，请看一下。对啊，这不是。
看起来像宪哥觉得。宪哥有没有觉得比较动摇了一点？热气球。爱心是会不会啦？所以阿曼达真的画是电灯泡，你看。画是电灯泡。对，热气球啊。这是电灯球。对呀、啊。来，没错，恭喜这一答案是热气球，恭喜你们答错了。小耶！你从什么地方判断它这个是电灯泡？干嘛摸这个东西嘞？是这个东西、啊。没有，他已经认为是电灯泡，他就会画电灯泡。灯泡关键要画出来。没关系，有给你们续词的机会。现在组队呢，继续挑战。你们要换位置吗？我继续猜啊。宪哥猜是没问题。你要再换吗？好，不祥的预兆，我觉得叫我觉得叫断了。你换位置。预兆还有吗？好了，加油！组队的第二题来了。醒起来啊！其他人都已经把眼罩戴起来，先给陈安熙看一下。这一题的题目是。好。其实画侧身画出来。这很简单，这个很简单。预备，开始。哦，很厉害，有感觉。哎、欸、哈、啊，你们刚一直骂人家，其实他是骂画的最好的。哇，好像。好，停笔，停笔。来，阿曼达，戴眼罩。阿曼达。厉害。该我吗？好，停。Sorry。好，停笔。好像那个风景，那个山水画。来，阿曼达，把它拿在胸前。其他人先 hold 着，先不要开哈。来，宪哥，你觉得他画的到底是什么呢？画的还不错。哎呦，我觉得画的蛮好。我跟你讲啊，人类的那个潜能是无限的，你反正是要多开发脚。先给你提示三个字，这还需要提示吗？真的吗？但清楚到那么，对不对？哎，请说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侏罗纪公园》？里面有出现过，太清楚。就第一幕，他们坐那车进去，砰一打，雷龙吗？长颈鹿。侏罗纪有出现这个吗？他们突然间好爽，怎么白痴又打？说那人家干嘛？说那个人上当啦！阿曼达，那你脖子这个有点短，长颈鹿了啦，就这么。因为我觉得看不上，时间不够，赶快把它拉近，那种拉长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他，可是现在为什么你不会猜草泥马？不会啊。其实有点像吧，我刚刚就讲草泥马跟长颈鹿其中一种嘛，那你没有听到我讨论对不对？他那个草泥马是放在心里骂的。现在我们确定是这个答案，画的非常好。那我们往前看一下，来 ，Kid 所画的长颈鹿喽。哎，我画的不错哎，我把脖子画的。对，我少了这个，我少这个了。对。但是这个里面画最好的是陈爱希，还要手啊？对，但他画的细节很细致，你有没有看到斑点？就算你用手，我觉得斑点脚一定变得很好的。所以这题恭喜答对了，就是长颈鹿。现在客队的第二题答案是题目是蛮简单的啊。康哥想一下大概怎么画。好，请下音乐。嗨。好，可以看。好，停笔，下一位，好，厉害。我可以看的，对不对？不行。用嘴巴。好，停笔，等一下哦。可以看的。好难呐、啊！好难啊！你怎么画好多？接下来用脚了，难了。别把它救回来。哇塞！拜托。停笔。好，现在不能讲，彦君哥猜，可以提示一下是，来把它拿在前面，它是活的吗？有生命的吗？它是无生命的，然后两个字，无生命的东西，对，两个字，它可以吃吗？不要，我不能吃，我这就刚讲完那边，这很像凤梨啊，我觉得很像翁来啊，
这不是往来吗？对，有这么问题。等一下，我刚本来也是猜乌龟的，可是你这边话太多了。往来啊，我想清楚点，要给一个五、四、三，我猜不到答案。凤梨，燕君哥猜的。好了，你应该说长颈鹿啊。凤梨，他都不会做效果哟。凤梨那么清楚，你凭什么猜凤梨？那 Nikita， 你刚刚画的是凤梨，你觉得是凤梨？对啊，凤梨啊。那我们既然答案已经确定，我们往前来看一下，金文杰。你觉得你画的是？Yes， 萝卜啊，凤梨，萝卜吗？凤梨，最后康哥 ，Yes， 好，所以其实每个人画的特征都很像，恭喜康队答对了，耶！我好厉害哦！哇，康哥你很强哎，没有啊，来继续第三题，现在客队是2-1哦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请看这题的题目，啪，好，想好了吗？康哥，听到音乐一下就准备开始，请下音乐。令人出乎意料。哥加油嘞！我。好停。好。好，这是好停。为什么？可以看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哪有很难，那么简单。什么？怎么啦？好停。问题是来，最多两个字，字数两个字，请猜。拿着，你看看。啊，不是刚拿在胸前哦，哇，这真的难喽。两个字，这铁定是活的。五、四、三，嘴巴这么长。二、一，鸭子。最后答案。没错，鸭子讲。鸭子。好，确定。适当的福利。那个尼基塔，你以为他没听？其实他听得最清楚，太厉害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静文姐画的东西。大象。大象吗？你觉得是大象？啊，那静文姐觉得自己在画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哎。哎呦，那最后康哥，请揭晓。画的那么明显哦，大象 ！Oh my god！ 我画的那么明显，对不对？答案就是大象。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？你要我？大象肚子没有这么圆呢。它是身体。对啊，这个重点是鼻子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回合，因为它鼻子主要是有一个这样嘛。啊，但是他用嘴巴的话，他没有办法画那个，他只能画尖的。啊，到了他这边，他就会变成，他又那个鼻子又画短了，所以你就很难猜。比数维持在2-1，现在换到组队进攻，请其他人戴上眼罩，戴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我们给艾希看一下，题目是，请下音乐。哦，他会画哎。厉害哎！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泡杯咖啡。好，天命，我先看这个，请看。来我。哎，还没。谢哥。好听。谢哥可以看了。哎，可以。人类还是真的要开发票。好，宪哥，请作答。机车，机车，对不对？没看出来，你搞这个轮子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这是蜗牛的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坚持要机车。答案是蜗牛。哎，这个我给你拿去卖了，你看，哎，这画不错。哎，哇，这么好，漂亮！第一个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？想拍够啊，来看一下，现在先看，先看 Kid 的，哎，
你们画的跟棒棒糖一样，跟那这么光一样。哎，宪哥，爱惜的爱惜，感觉那个蜗牛是活过来的。宪哥，会不会是那些艺术家啊，其实都用脚画的？对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现场。有可能，因为他神韵，他不可能这样做的，而且这样画很有情绪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多漂亮。所以先你恭喜主队，大家蜗牛。哎，你真的好牛画家，那来你啊，来，哎，爱惜，哎，看你很难。想象一下哈，来音乐一下就开始画，请下音乐。这题目太难了啦！你要看得到吗？来啊！哎，要画得很好哎，让我想到我阿公哎。好，停笔。我开了。好，请开。这题有点抽象。好，停笔，等一下再开啊，等一下再开。好，请先开可以开。我啊，谦哥，来，不要讨论了，可以不要讨论，你们等一下开。抽象画又出现了。好，停。宪哥，请猜这个两个字。好了，这是一个盖子嘛，容器嘛。来，宪哥，五秒钟 ，final answer。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坐答。好，茶壶，你他画出来这样，我已经说的答案，茶壶嘛。茶壶，好。对。来，宪哥，五秒钟 ，final answer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坐答。好，茶壶。我没有办法，可以直接看第一个。好，我想直接看第一个了。艾希，请亮牌。我在想，队友都排队了。来，队友，所有人来看一下。这因为我其实本来想猜城堡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电锅啦。哦，电锅。城堡。答案就是电锅。哦，插座，插头。你讲解一下你画的什么样的细节？我电锅不都会有两个开关，对，然后盖子啊，然后插头啊。所以现在比数维持在2-2。宪哥觉得说你们这对话，等一下如果他再比的话，要不要？那他们这个答对的话，他们就赢了。对，他们答对赢了，加油！来，就赢了。比数维持在2-2，但是这一回合如果客队抢下一分的话，就是客队获胜，获得这一关的抽球的权利。好，哎，你们换位置，怎么换一下？稍微调换一下顺序。为什么有这样子？我们想让比赛有点好看。对，大家都维持不变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，到底双胞胎是不是真的有一样的画技呢？好，请其他人把眼罩戴起来了。现在进入间，请看。哇。哦。好，想下下哦。好，请下音乐。哦，还没，好，下一位请开。还有一段哦。到我开吗？我好难画啊！请看啊，我猜到了。我答案到了。好，几个字？队友不提字哦。最多两个字。队友不提字。两个字哦。对。相机吗？从哪边判断的？他是卡梅拉按下去，这里镜头啊。我刚开始以为是轮船，轮船要有烟啊。好，所以相机。五秒钟给我们的最后答案。相机啊。好，恭喜你们，答对啦！相机。恭喜各位获得抽球的权利，来。哎，不要再叫我抽了。好，现在是客队的抽球时间了，看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我们没有作假，公正的。好，盖起来了。你们这一关是要谁来抽？你们昨天两个有练习，是谁比较厉害？不要太贪心，我昨天就是拿六颗掉三颗，一下就要拿出来喽，拿出来了，没有掉，哎没了，这颗不算，这颗不算，哇，一颗，对，
可以四颗王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不要再贪心。恭喜客队再获得一球，现在四颗手大，6-4啊，两颗领先。好 ，OK， 所以接下来就知道不要贪心。好，大家成绩任务该都行了哦，我们去吃早餐喽。随时随地都警觉起来，这都有可能。例如说，这个就可以用面条，用那种面条就是假的。它这边有个破口，对，到这边，所以这边应该会有一个逻辑。也好难哦，我花缭乱。哪里怎么样？要，我觉得有问题。哎，白棋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说出第一点是什么？鱿鱼丝啊！恭喜你们找到啦！很强哎，六十分。各位，等下白色。白色。我用你的白色。白色。好，再试一块。这个好豪迈啊！哇塞，健哥喂食哎。黑色，黑色还在吃吗？绿色，还在吃啊？在吃，还在吃，还在吃。好丑啊！哎，我知道，我不太敢吃世家。杀他！来，保住！天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